主料藕400克，鸭肉1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生抽、料酒、姜、蒜头、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葱姜蒜切细，卤好的鸭肉切丁，藕切片，在炒之前放清水里面泡着，热油炒香姜蒜，倒入藕片大火翻炒，加入鸭肉丁翻炒，加入生抽、料酒、盐炒匀，炒至藕入味，最后撒上葱花即可，装盘上菜了。脆香可口，有没有？烹饪技巧，听小厨说，藕放在水里面泡着可以保养化变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